什么东西啦？天哪，你们在吃什么？什么令诶？挂台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对台湾马来西亚人苏令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正港读书语的台湾男子汉老师。你这个有改的、哦，因为今日是万圣日，所以家人朋友被叫我来吃麻。吃麻鱼。麻鱼，看顶冠，看。这叫啥物？浪漫麻呀。好 ，Go。我嘛是介意天妇罗咧，全部拢来一份。我先入去咯。甲大家介绍，这个就是收来收去的麻，有足侪条的，等一下就家己抓是不是？你动作你抓泥鳅，抓泥鳅。听讲伊的头家是伫个台湾家己饲麻的，嗯，养蛮专业户。家己吃家己开的日式鳗鱼专卖店，日本人特别喜欢台湾的鳗鱼。你看我点了足济，有够济。你看大家拢来陪我吃的，我满的人哦。这样子可能不太够，已经很多了。因为我生日啊，都讲不是讲过，芥末蛮干，蛮的干哦。啊咯，是干补干。我本来以为会是像那个。猪肝、牛肝那个沙沙的那种感觉，是欸、可是有嚼劲哎，对，有嚼劲哎，结果觉得有那种肠脆肠那种感觉。肝应该是这两条，这个是等啊，合连在一起。肠子为什么跟肝连在一起？要肝肠寸断，肝肠寸断，什么东西啦？天哪，你们在吃什么？就是牛舌，我要用它的舌头狂甩我的嘴唇。假吧。我也是点套餐。哎、欸，觉得吃起来就像牛肉，它真的是牛舌吗？有点牛腩的感觉。最喜欢这个了。嗯，好吃。嗯，这个皮就是一点蛮脆脆的。虾肉好吃吗？虾肉扎实啊，还 OK， 中等啊，这个中等。丰富扎实。这个中等。茄子面试吃吧。嗯。吃得较脆，吃得较好吃。哦，这特别好吃。是啊。嗯，这是菇巴，这个应该是慢牛烧肉冻，菇巴。嗯。没办法。温泉软鳗鱼冻，完美一一甲。我觉得加了蛋之后，那个饭比较滑顺，然后配起来还就觉得比较顺口啊。豆腐嘛是要吃一个，嗯，有柴鱼，哇靠，薄薄的，切切，加两豆腐，嫩嫩的，这个就是麻的熟悉熟悉。安诺。寿司，其实就是鳗鱼饭，蒲烧鳗鱼饭变成寿司而已。鳗鱼玉子烧，哎，嗯，哦，又好哎，有创意哦。那鳗鱼的味道完全被那个蛋盖过了。鳗鱼龙卷串，里底有夹着虾啊，夹虾啊，你们看它波浪状，脆脆一点点。口感不错，可是有一点腥味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它直接这样烤的关系吧。我觉得它肉好多，对，酱料也 OK。这个是麻沙甲。好，三吃一般来说就是先吃原味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加一点那个佐料，然后最后再是用那茶泡饭。茶泡饭。对。起码一天吃一个主角，就是我上期待的麻。你的汤慢慢跟清汤，哦，好吃哎，又嫩又新鲜，很下饭哎，你看很量很多哎，要饭条吧？你把原味一点加好了，好加。这就是加调味料在上面的意思啊。混捏调味，那就这佐料啊。小鸡用多少钱啊？太丰富了，我自己 prefer 一个火烧鳗的味道。
到就好了。做多了他行不行？你不要放那么多芥末啊，我好害怕。茶泡饭，然后葱，我们先把它拌一拌，把那个味道弄开来之后，再撒海苔在上面。撒多一点，撒多一点。好，好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好，都给我，都给我。茶泡饭。嗯。哎、欸，明白耶。伊个味足特别。因为你加的 wasabi 没那么多，就是要抓那个刚刚好的那个量，有些人会加的多，有些人加的少。配的茶跟 wasabi 竟然淡掉，嘟嘟啊喝哎！我第一次吃这种泡饭的滑。OK， 好吃。嗯，好吃。卷好的意大利面吗？看，又吃甜点了，我幸福的人生啊！幸福，我幸福的人生啊！人生是中文。我幸福的人生啊，来试吃试吃，我靠，有一颗栗子哎，垃圾，做奇怪，看那个台语啊，垃圾跟垃圾，你要跟我栗子吗？念错差很多哎，你买垃圾不？今天你的浪漫漫屋的试吃就到这了，就是我也袂歹食，其他的就 OK 尔。哎，收手啦，那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拜拜。他一直在倾斜，他就像台湾的经济一样，不断的在倾斜。